今晚12点钟睡不是挺好的吗？时差就对了呀。对啊，12点睡，然后后天早上8、9点起来，然后就是又是干到第二天凌晨。啊，木神是不是这么个时差？哎呀，木神，你今天晚上，请夜眼方禁用英雄。也看完这把吗？我都可以。还剩10秒。请一号战队禁用英雄。主要是确实上一把看得有点心灰意冷了，感觉完全不像之前的伊霍姆。还剩5秒，备用时间。请天辉方选择英雄。可以嘛，你们都想看的话就看完这把嘛，好吧，看完这一把嘛。还剩10秒。还剩5秒。宝哥说一下战况，现在的话是今天是 C 组跟 D 组， C 组的话老干爹已经是率先是拿到了小组第一，对，老干爹已经今天是结束了，已经全胜。然后 D 组的话是 OG 是小组第一，然后现在 IGV 跟 eHome 是在打败者组嘛，然后胜者会打 AF 战队。战队，炼金术士，请天辉方选择英雄。还剩10秒。宝哥，一红到底打架没有啊？这个我不在现场呀。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呀，都是谣传呀，对吧？你要想弹幕的谣传就是越传越远，越传越远，而且真实性好吧，蛮低的，真实性蛮低的。挑选英雄，还剩10秒，请夜眼方禁用英雄。四法系配一炼金，好吧，这把一哄四法系，这个古法应该是塞拉的一号位古法。还剩10秒，还剩5秒，是吧？还差一个三号位，现在一哄。IGV 的话中单碰还缺一个大哥，三号位的 SK。 老肥羊还在吗？啊，老肥羊还在，但是战绩不怎么理想，主要还是这个赛制，其实主要还是看淘汰赛，是吧？小组赛还好，主要还是看淘汰赛，说不定你小组赛再演呢。淘汰赛好像是要过两天吧，好像是今天是打完小组赛之后会休息个一两天，没错吧？备用时间，
请一号战队挑选英雄。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。备用时间，发条技师，请天辉方选择英雄。他们在看比赛吗？我看一下。没看比赛啊。你们在看比赛吗？剩十秒。在啊，在看呀。还剩五秒。一号们 IGB 吗？是。对对对。一号们这个阵容拿的还行啊，一号有古法。备用时间。标准的四保一啊。对，基本上是他们比较擅长的体系。IGB 这首虚空假面，我操。一号位虚空。这把最主要的还是看这个 SK 和双兔龙这一路，我感觉。有可能一号们会钢三，纳比克古法蓝胖钢三，让发条去打 SK 双头龙。这个三路也厉害啊！要钢的，我感觉是要钢的。两法师配一肉蓝胖，因为不钢的话，不钢虚空是无解肥，钢的话虚空就会很穷。一个穷的虚空在中期没有装备，就会非常的吃力。剩十秒，还剩五秒，哥，喂，人呢？在啊。请做好开战准备。就你哥了，现在是等于说，姚哥也在看呀。看视频，看比赛啊！我操，这个你妈老鸡，这个炼金套装有点帅啊，不朽一套。什么套装啊？新的吗？这是新的，应该是、啊。这不就是最近的那个吗？有这还帅？你别搞我！等于说你有这套装备啊，谢兵。这个帽子我是第一次看到呀！哎，这边打起来了，毕生，哎呦，毕生被迷住了呀！燃烧哥，新人燃烧哥，毕生被燃烧了呀！燃烧弹打死的，对，敲门雷声，魔法师打死的。战斗开始。感觉一号们像醒了一样呀，是不是错了？他这局的阵容选的可以啊，上一局怎么说 ？I am coming。这一局一号们阵容选的还可以，上一局的阵容有问题。醒了吗？醒了，醒了，像是醒了的样子。这一局阵容选的可以，但是没有钢三，是个败笔。哎，谢兵。啊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你说呀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你妈逼！卡住了，等于说。他妈搞我，黄翔。我刚点那个 DOTA， 那个 DOTA 游戏不见了，剩刚才那两个视频，我以为我进不来了。哦，准备叫你帮我弄一下的。我看又看一下那个视频，我觉得那个视频牧师两个队友也挺有问题的，胆子好小。兄弟啊，说的那是别人主场，怕是没毛病怕。胆子好小，话都不敢说的我。哎，这个 SK 要死。是，完美清。感觉碰到这三兄弟可以选择放弃的输了呀，这过来送的呀，不可能，这两兄弟是用命也要把那个裂树填住的。硬直来的 SK 你没见过，宝哥他是用命也要把这个裂树填住的，他无限堆命，他死了又来。三个人只要有状态他们就SK 打裂思路一定要能
摸大兵不能看经验的这种英雄，他不可能放弃好吧？他就打出三个，我感觉空大就死了呀。你别看他死一次，他死五次他都不会走，他就会用命把这里填住，他会打出你很难受。强混劣势路好吧，有一个说法，他这种就是强混。而且他是双裂啊，他不怕呀。然后他不怕的，他来打，他第一条命补你状态，第二条命又打把你状态打空，把你补给打没，第三条命你就没状态了，第四条命过来你就打不过他了，第五条命就是他杀你了。我信了，我感觉这样松呀，强松呀，我感觉这样打不好。这个比他是这么打的呀，硬着来呀，不然为什么叫他硬哥呀？你们现在打不了了，只能放弃烈术了。哎，帮忙控下符。先回中塔，不会放弃，他会用命填，好吧？举了一下，但是没人靠过来。怕，讲道理的话有点怕。这把 BP 是谁 BP 的？狗土呀。来抽一下，他要贴个大药继续战。SK 混练一定要能摸到兵，摸不到兵就是废物。摸不到呀，这个线他怎么摸呀？上去要死，这古法秘法了，拿头打。有秘法是滚的呀，要滚的呀！这两兄弟不滚真。该滚了，该滚了，该滚了！秒冲头龙，你不能投硬的。SK 掩护一下，来呀！感觉还是跑不掉。关键是他们这三人组太厉害了，真是太厉害了。秘法一出，我觉得看见以往买秘法了。第一，他要混起来了，他要混起来了。做兵线，为了这波杀人，兵线没控住，他要混起来了。他的炸影头要给打软呀、啊！软不了，软不了，这个逼的软不了，没见他软过。要锤的，要锤的。这边老鸡好肥啊！啊，老鸡大把控爆了，老鸡，老鸡上把就是队内唯一大腿，状态好，状态好。准备上路绕后了，想干，哎来了，两兄弟，一，冲着 SK 拖了，为什么不杀双头龙呀？来了呀，打反打了呀，反打了，哎，这个坦坦乐应该是死了。说了硬着来的 SK 烈士不会放的，用命填要把这路填住，这样打的话一后莫大哥也很难受，酱油也走不开。你像蓝胖子如果去中路，那他这个上路怎么办？上路就要爆。他不用去啊，根本就不用去中路。哎，这波也无法阵容好吧，老老实实保一个怪物古法出来抱团吹正受到攻击就可以了。古法这个英雄，你如果不保他的废了，中期就无限被对面踢垮了。这一把古法不会太废，我只能说有硬着来这个 SK 在，他不会太废，他会把古法打得不开心。正受到攻击。哎，弹！蓝少哥看到有棒子，不敢放技能。哦。他的弹跟诅咒要一起放，这两个技能一放他就空了。他躲开了棒子的范围，弹加诅咒再配刺。古法要死，好痛，弹得好痛，但是塞拉应该是没了。感觉塞拉状态好有问题啊，有问题，有问题。他首先走位就有点大胆，然后他不放技能的，他是干跑，他已经死了，中诅咒。正受到攻击，爆一下，说不定能够拼一两个人。但是这一波破魔为什么莫名其妙的赶了过来？帮忙呀，打 TP 支援呀，没毛病啊，过来没有打完了他就走啊。哎，锻炼金。炼金是怪物呀！看这个 SK 是不是就起飞了？打了古法两次，打的有问题好吧？我觉得有。哎，这三路没那么好打，我说句心里话，真没那么好打。正受到攻击。他觉得没有问题，也没有那么好打。你要把 SK 打爆，不可能，打不爆。我觉得好吧，他们这两个人过来就是送的，他们就是打的有问题。你是没有跟他们对过线，老子经常跟他们对线。无论是打路人还是打那个勇士联赛，我都跟他对过线，不好打呀。你细节要打这个要细节处理好，真的要细节处理好。他就是没状态就送野呀，现在都这个套路呀，没状态我就送野，我再 TP 过来，我每杀你是，你信吗，宝哥？随便打你，你妈三分钟的秘法的这个古法不你妈起飞？
我有一次打了硬泽来0-5-0，他一样把我打崩了。我是什么英雄我也忘了，他0-5-0他也把我打崩了。但是古法这个英雄作为大哥线上厉害啊。雕哥雕哥不应该呀、啊。哎，这边局大了，虚空。哎，没魔了。一套带走。如果你回来，我不介意再杀你一次。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。无法，好危险，好吧，上路好危险，一个人。上路线是被他这样站住了，这就是他的打法呀，这个兄弟硬着来。无法，这个英雄们保护就是提款机啊。他的酱油想动，一动的话无法叫挂机。哎，被看见了，被投石车砸了一下。中路是蓝胖，虚空也是在中，虚空有六。这两兄弟能杀炼金吗？炼金必张了呀，他把这个……哎，这边 B 城发现了炼金的矿，给挖一下。但是这边有一个发条，六级的发条，没有攻，碰见。一个大，交了一箭没射中，还是要死。这个沟通有问题啊，但应该还是能杀。待会帮我科普了，我那局是露娜，你要想露娜不会比古法差吧？杀了 SK 五次，0-5-0，被他打崩了。我是露娜，还有一把是十问，还有一把是小黑，我被他锤过三把。我很有印象呀，我就是杀他，杀完他用命填，填完就把我打崩了，是这样子的呀，我跟他打过好多场。硬着来打天梯，我碰到不多，好吧，碰到过一次。他是一个7000多分的局，他玩的是斧王，他玩斧王不打野，打线，然后把敌法师叫到了野区，让敌法去打野。那一把他前期好肥，但是我们赢了。那个逼太老流氓了，因为敌法压不住我，他为了压我，他让敌法去出打野爪打野去了，他来线上压我，老子惊呆了。这个逼打法头很硬，好吧，头很硬。我操，这挖矿，这波矿被他挖了。一红不是爆雪井，这是炼金的矿呀。炼金自己挖的还是？爆雪井了，爆雪井了。我是感觉，为什么他们无法加入虚空？有危险，蹦过的两级蹦，拒绝者的加点还是暴力啊，4级被动两级蹦。这个加点二级四呀，这个加点。破唐唐乐活了一点血，哎，没死。这都没死。这个加点其实是不好的。不好的，不好的，就是要4级泵，你7级要4级泵血。这波死了的话就血亏。这一后面输出也低呀、啊。哎呦，这空血的虚空你妈蹦上来敲人！我操，打死了。碧神上了个诅咒，能不能把血打下来？两级诅咒还是很有威力的。死了，我感觉应该爆一下落地，哎、然后去没打到，给发条输血。不是，我感觉一后现在就四个人抱团跟对面干，很简单。就四个人抱团呀、啊，有的打的，只要虚空没大，有的打的呀、啊。现在爆了，四个人抱团。哎呦，现在虚空没大，等虚空有大了就不好说了。哎，这边要守，我得踢了下来。哎，带了一个大药，有个大药，这个大药很关键。正受到攻击。哎，老鸡有赏金斧啊，老鸡。哎，没吃。看到碰不去了。这个符应该是比一波兵要贵的吧？肯定贵啊，他还有加速的。然后回去看也没有想退了。虚空这边，哎，这个塔要守 ，IG 要守 ，SK 地过了，踢下来了，不放。来了。一会我们需要发条保护这个古法，不能鸡不肥，好吧？杀了，出了一个以太，感觉炼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肥啊！他11分钟1300，反正他7分钟必张，好吧？我看了，他7分钟必张。他那波矿被挖，而且他的矿都被挖了，主要是矿被挖了。
如果有矿的话，老鸡会肥很多。正受到攻击。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。我看塞拉这个爆，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。我操！哎，一个戳直接摇大，双条龙没有踢到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技能教的。封路大骑士陪大道第一时间。这边托姆。往左边一走，好吧，跑了。哎，有勾勾一下，框住。你来呗。感觉老鸡跟 Eleven 还是发挥还可以的，没毛病啊，这俩兄弟。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，好假！我上次看到一个谁的古法是一级棒子主虚无的，我感觉很科学。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，夜眼建筑就棒子学一级就行了。他现在虚无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前是只加现在点满时间。现在满局虚无减速60%，法伤也是60%，多了一倍 ，CD 也是快了好多啊。对 ，CD 是6秒，持续3.5秒，2.5秒的间隔嘛。然后棒子的提升并没有那么大。现在这边虚空没到，一哄干呀，四人抱团推塔呀。棒子主要是掉魔。没节奏。这边 SK 有跳就不好打了。好穷，这街好穷，我操！你要队友给对面压力接才好刷啊！现在是穷的，七分钟臂章应该是很肥了。我是觉得一哄就直接一点，都不用抓人，就四人抱团。七分钟臂章正常接着是13分钟后要，无限打远古嘛。反正他这一把肯定是很穷的炼金了，不肥。哎，佐诺拉比克举到了泼墨，起来，大家接了一个勾。秒了，完美！双头龙一套技能甩完，自己也没血了。这边虚空应该是没有大招，能杀一个发条吗？哎，被动了。哎、了命运就是我的棺材。轰连死两次还蛮伤的。这边塞拉斯准备直接裸 A 张了，没可能都不出吗？又是一个举虚无，我操，吸死了！这一套 combo 就打出了一点点、啊。这虚区。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，战友们，隐身。我们太大了吗？赶快 TP 中，赶快 TP 中！哎，一剑双流星，哎。太大了呀，好像杀不死，杀不死啊！哎，切一下，再切一下。天辉中塔已被反补，不切了吧？你切死了！这边 SK 是跳刀了，下路知道了，有勾勾，能勾到吗？哎，跳走了，跳走了，没出了。他两级的弹幕冲击其实输出也不是很高。这边拉比克国书算是偷了一个双头的大。下路这边 SK 有跳，虚空有大招。哎，哎，戳到了！哎，偷了一下，偷了一个穿刺。虚空一个大招。哎，这边还有穿刺，再戳。遗忘赶了过来，哇，这个吸好痛！回头一戳，倒下。虚空，巨巨人。没有蹦出来，被弹了一下。这一波一红木打得非常的漂亮。回来了吗？一红木回来了吗？这波主要也是 ITV 这两个人没输出，大到了不用拿的。好呀，哎，一红木这一局阵容很科学啊。之前的炼金马上回二了呀，差一千了。赏金扶持太少了，这兄弟。这把老师一节奏好。老师一两把都打得还不错，这把主要是阵容没有上把难打，上把的阵容太难打了。哎，这个勾是勾空了，晚、这个、了一点。哎呦，坚定！后面一剑没有射到 ，SK 一个戳大，秒塞拉，塞拉还是比较脆，直接秒掉。赶紧跑，赶紧跑！国土，哦，这是小爱，小爱这边是新强了。兄弟啊，塞拉国土。
组团了，组团了，又组团直播。哎，眼镜这边回药了。SK 强行留到了发条，但是没有后续。也没见。杀不死。再给老鸡一点时间，老鸡已经回药了，还可以吧？十六分钟回药，中塔正受到攻击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没怎么炼金刷的最快的时候是出了灰药飞雪以后的那几分钟。夜眼中分身跟那个玲珑心的速度是最关键的。他这个时候的装备就不算太慢了，马上就飞雪了，只要不受骚扰。现在很肥了，你看第二名的补法才6200，才一万了。他这一把我看到是 B 神是挖了他的中野，然后 SK 带队又把他大爷给挖了，挖了他好多钱。这个眼是看到炼金了，开悟冲野区了。老鸡，虚空没大好吧 ？SK 也来个大招，大招求稳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反制，我们接近，但是四张 TP。炼金有你肉。哎，好，大兵被吸到了空空，抛出一个双头龙，大球，大球，大球死了。泼沫泼沫，吸死一换三，这样也不赚呀、啊，这样不赚不赚不赚，真的不赚、啊，这肯定不赚。接就是怕队友崩呀，他又不他自己被杀一次无所谓了。这种打架他接杀太久了，而且刚才接都不一定死，我感觉他早点开个大招。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位置，二塔后面这个位置太差了。对，这就是证明了一个道理 ，IGB 急了，他们现在不杀街，他们要输了。对，但是现在以后我们这边不光是 GA 啊，其他人都挺肥的呀。这个打伊拉比克都1900了。好打。下一波古法 A 仗了，这把有个梗好吧，叫做四个 A 仗。古法自己输了。我发现现在选接的他妈的起码都是几个 A 战以上的，这样打泼沫我感觉要废了呀，这样打泼沫太多了，老鸡又没怎么见他开过大、啊、这个兄弟大波远古三波，古法 A 战拉比克跳刀，这个双头龙是要出啥、啊？买了个头盔，那个呀，分针面纱呀，分针面纱为什么要先买头盔啊？讲道理是先带两个挂件。他格子不够，还好。没毛病，以后我们开悟了。发条这边是有刃甲的，还是要杀这个破木。破木死多了，对吧？操，刚好刷了一波兵，被兵够了。破木也是 A 战了，不怕也 A 战了。但打下去，他们刷的没有炼金快。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，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飞鞋炼金。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。这把优酷姆游戏好吧？夜眼下塔。目前来说，优酷姆应该是小优。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，阵容打到后期也不慌，主要是虚空没有走那种天辉建筑黄战略，抓的也不是特别的快，他这个装备现在还不厉害，他是三号位的树桩呀，祭品分身，哎，被甩金鸡的上路留到了塞拉，哎，就跟大两个，哎，自己都快死了，哎，不被吸死吧，上路个大。哎，一个 X 秒了，电死了！干嘛呀？塞拉，哎，你真大，你真大，没事。哎，发条在，有钩，刃甲，炼金刷过来了，想打这一波。这一波 IGV 有开一，被弹了，被弹了，被弹了，开出了刃甲 ，SK 补一个戳，哎，这边炼金收割了，戳一下，
这边卧底是空血，发条发条空血，都死了都死了，炼金的一波三杀，给电了呀 ！IGV 这个接的一好炫酷啊！我操，一坨火，有特效吗？有啊，等一下看一下看一下，好帅！这波打完给电了呀！鸡哥，鸡哥来嗑药！操，老子直播间你妈跳了一片一片人呀！我操，跳楼了呀！都以为以后我这把一共扔完了可以啊，你直播间的人这把打得对，你直播间的人不看阵容的呀，豆子全部都血攻，妈的老鸡这把控了两三个三金符就真是最最打拒绝者这把很尴尬，好吧。正合我的心。关键他出哎，这边摇了，看一下这一坨，这、哇，炸到了，没后续，打不死。其实塞拉这把不用出 A 战啊，想办法让他养嘛，自己出点别的装备。他就喜欢这个装备啊，他用的顺手。他最好的是出个大梅肯，对，我也这么想。接给他出个大梅肯，我也秘法梅肯呀，最好就是秘法梅肯呀。这大梅肯抱团打也厉害，有道理啊。有炼金确实不该出 A 战，这样一说的话有道理。放烟火，接给呀、啊，大狙，暗月，起坐，掩护。我操西，这才像那只一 home 嘛，这上把打的什么雕东西，拿眼睛哎又是一坨，来拉比克坐，拉比克接个哎先接了个坡，直接秒，感觉这位这把输了，对对了，第三了，这样打肯定走远了呀，IGV 现在感觉都是酱油，是酱油，好吧，三个字没声音，正受到攻击，IGV 感觉这把碰，哎，这波炼金是踢走的，要退了吧，要退了，我有三金符，好开心！我操，好久没吃过了。多少钱？看一下，24分钟的三金符，600有的吧？680吧。IGV 这边最高经济虚空9000，这个炼金，吃完之后看一下1800，18000了。588，差不多600。580。就是这里。妈老鸡好忙啊，自己拉的三波远古都没打。没时间，看见经济差吧。以后我们是领先了7K，经验的话是5K。哎，开悟了，就要看这一波团了，好吧？这波团必须要团灭以后我们才有希望。要团灭以后我们再打个盾，再推两个塔。塔是又推不了了，有点过分了。团灭带盾加推两个塔，我操，这他妈多少经济啊？过分了，过分了。破一路算了吧，直接。暗月，哎，碰不开大，这边没有差针眼，但是以后我们应该是感觉到了。我操，是这个套路，给点魔，给点魔，给魔都可以的。我操，是的呀。我知道可以输血，没有想到可以输魔的。是吗？后就输魔了。天辉上塔，正受到攻击。给点魔，给点魔，炼金太难，太少了。准备好。哎，转运了，610。哎呦，612。
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。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。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天辉下塔已被摧毁。直接踢上，不放塔。哎，这边拉比克有跳的。凭空消失。哎，导弹炸到了。云多。再弹一下。蹦出来了。没魔放大了。放大一箭中拉比克双三流星。哎，勾了一下。哎，还有个蹦。蹦了一下。我操。跳出来，跳到电梯脸上，几个亿，一下两下。哎，拉比克电死，还有个局，我操，这个数学没打架呀、啊，这两兄弟，操，这才是一后不嘛，没打架、啊，谣言不攻自破，好吧，谣言，这打架的话，你妈塞拉基肯定不会给国土你妈输血了呀，宝哥好兴奋，我操，好吧，谣言不攻自破，谣言呀，啊，谣言止于智者呀。哎，下路可能会形成一波单杀，好吧？已经死了，一具尸体。早说你们被炸了，谣言呀，兄弟！谣言你们也信？我操！被炸了，被炸了！哎，IGV的兄弟们一脸懵逼，我操！这真是一脸懵逼，这和上马是一个队吗？这是一个队吗？上马最重要的问题还是阵容选的太僵。哎，刚好像峰哥说话了呀。是呀，我跟你们说了呀，早给你们做了纸谣言呀，兄弟。哎，我刚才顶烟。现在这个游戏阵容是越来越关键的呀。哎，是的呀。刚才看牧师宣传片看到一幕我笑了，比赛输了，牧师在那里分析，然后好像是说 demo 说，哎，我这波怎么样，回驳了一下，牧师说我不是说你，我说的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，然后我笑了，我不是说你一个人，我说的是在座的各位，不是，不过有一句说一句，牧师还是耿直呀，我操。妈的，这个纪录片把他拍了，已经把他拍给电了呀，感觉拍黑了，真的把他拍黑了，已经给电了呀。要用所有的那句话来说，粉转黑，粉转黑呀、啊，兄弟，我心目中的国师变了。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。喂，他差别太大了，第一天赢比赛笑嘻嘻，输一把就变成那样了，这你妈这怎么打、啊？变脸的咯，川剧玩变脸，摇到了，被打断了，那这个破木被关了呀，再丢个导弹好吧，导弹往左边，第二个老师看到了，开个粉，我来开粉，拉比克在局，哎呦，林金这边出了个刃甲之之响，直接上高了呀。哎，这边中路塞拉应该是迷路了，但是有盾，有盾有用吗？有用。来，念进来了，社会我鸡哥，减捆话不多，自爆话不多。你别说鸡哥这个样子，拿着两把砍刀，戴了个帽子冲过来，还挺吓人的。有那个士气啊。我操！国师又被吸收到了，拒绝者啊！拒绝者这把被打懵了，我感觉。这一波带走了呀，炼金最强一波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哎，燃烧哥。带走了。天辉上塔已被摧毁，可计。天辉上的阴影正受到攻击，
天辉上路兵营已被摧毁。嘿，接着。千千万的兄弟上天台，我直播间都没几个人了，全鸡巴上天台去了。操作一下呀，没弹幕了，兄弟。全他妈上天台了，好惨。哇哇，这双头龙 SK 直接倒下，又是一个 E， 皮神也没了。GG。